达格洛呢是中部阿美族最接近舞蹈的一个名词，也就是说阿美族呢它并没有一个专有名词在形容舞蹈。那阿美族人在面对舞蹈的时候，他到底是要传递什么东西？达格洛它其实是跟祭仪是有关系的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丰年祭，它的元素里面包含了文化的传承、年轻族人的体能的训练，还有年龄阶级的一个约束，这些总的全部加起来就叫做萨格洛。台东的阿美族进行以离性的时候，头跟尾会拿着这个竹竿，那它是具有很多很多的意义的。然后其中有一个意义呢，就是在跳丰年祭的时候呢，不要让恶灵进入到这个圆圈里面，同时它也是一个权力的一个象征。竹竿它看似束缚了所有舞者的动作，可是呢他反倒呢会去注意到彼此之间的默契，他强调的就是所谓的团结。今年来亚维农的这个萨格洛这支作品呢，聚焦在阿美族的乐舞的这个身体主要的动能，转译成当代剧场的一些肢体语汇。我反倒觉得很希望呢，他们能够透过他们的生命经验，透过萨格洛这支作品呢，能够获得到更多更多的启发，被看见。